你不打球太可惜了，不可惜，年年老二嘛。 请同学们稍作休息，20分钟之后进行颁奖仪式。马斯特，有点可惜呢。可惜啥？亚军已经很棒了，辛苦了。 不错，准备领奖吗？请。你今天打球超帅。 那么夸张，才第二嘛！哎，快得了吧！你和那张晶晶不相上下。嗯，用阿酸的话说，差一分也上不了清华。哎，行行行，准清华都送你奶茶了。班长嘛，中央空调。我看李月熙都快气炸了。